早上好，快起床，不要再闷头睡大觉，摆摆手，扭扭腰，坚持锻炼身体就好。饭前洗手，饭后漱口，将细菌赶走，吸烟喝酒，先生们，女士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要开始咯。首先感谢大家的鸦雀无声，现在由我来给大家表演。好啦，别说了，我们等着你现眼呢。你就不能期待一下？准备好，来，接着来了。阿姨看见。好棒哦，妈妈的技术真是杠杠的。对，踢毽子踢得好，就要像阿姨这样，跳跃时如山猿般灵巧，落地时又像燕子般轻盈才算绝妙。阿吉，你很有眼光啊。我也可以又像燕子又像猴子呢。咦，才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呢。那我再来试试看。欢迎阿吉，再给我们露两脚看看吧。怎么说是露两脚啊，应该说是露两手才对呀。踢毽子可是用脚不用手的哦。真亏你们能想出来。好吧，不要被小看了，阿吉就给我们露两脚绝活好了。牛啊，太牛了，太了不起了。阿姨接毽子喽。好嘞。妈妈你怎么了？我们快扶阿姨回家。妈妈，你怎么样了？阿姨，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哎，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是什么老毛病？那可是说来话长了。那可比万里长城还要长，我劝你还是别听了。啊，那长城有多长？有多长？总之有很长很长。妈妈，快吃药。哎，没了。妈妈，我出去帮你买吧。现在已经很晚了，而且外面还下雨，还是等明天再买好了。阿姨，你给我说说这个比长城还长的老毛病吧，说不定我能想起什么方子治疗呢。我这个病啊，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不对，是上高中的时候啊，好像是初中啊，恍惚记得小学也有关系。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得了关节炎的。每到天气转变，两个腿的膝关节就会莫名的疼痛，吃点药才能有点改善。哦，明白了，原来阿姨是力竭病啊。结，打结。
隋代编著的《诸病源侯论周》就论述了有关力竭封喉，指出力竭封的症状主要是短气自汗出，力竭疼痛不可忍，屈伸不得是也。难道你说的力竭就是指关节？是的，这种病大多是夜里比白天更疼。对，是这样的。此病原则上宜节制忧思以养气，慎喜怒以全真。对，妈妈，为了你有好心情，我去给你煮碗你最爱吃的海鲜面吧。治疗上应以心温，兼以心凉去除寒湿，开通郁结使血行气和，要把余腥降促阶段去，这样可以避免或减轻病情的加重和复发。那我还是要下面条给妈妈。嗯，我饿了自己吃不行吗？阿吉，你有治疗的方子吗？当然有啦，可以用一些常用虫类药物，比如群蝎、地龙、蜈蚣、穿山甲、蟑螂啦。怎么会这样子啊？一大早跑来买药，还碰到个全部缺货，真是扫兴啊！怎么那么多人在买什么好东西呀？我也得去看看才行啊。请问你们这是卖啥药啊？怎么这么多人都在这儿？你好，我们在做厂家直销的骨痛治疗宝的推广活动。啊，这个药可以治疗风湿关节炎吗？是的，我们的产品对各类骨关节炎都有明显、显著和惊人的疗效。有你说的那么好吗？太夸张了吧。一点也不夸张，这才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疗效啊。你看我们这里很多人用了一个疗程后感觉好多了才又来买的。啊，是吗？那你们这药多少钱一盒啊？我们是厂家直销，去除中间环节的利润直接让你给用户，所以价格低到冰点价，每盒售价88元，八角八分，简直就是八星八件的药品啊。价格不便宜啊。大姐，你今天算是来对了，你运气好，赶上我们最后一天的促销活动，再加上我们的周年店庆，明天我们不但买两盒只要一盒的价钱，而且我们还可以再赠送给您一盒，只要88元八角八分，就可以把三盒骨痛治疗宝抱回家。姐，错过了今天的话，我们就恢复原价，再买的话就要158元一盒，而且也不赠送了。大姐，该出手时就出手啊，88元八角八分不是一盒也不是两盒，而是三盒。为什么你包装上的标志是保健食品？大姐，我们这个审批的是保健食品，但其成分都是药品，而且都是纯中药制剂，有许多珍稀药材在里面，它可以完全替代其他药品，符合国际管理质量体系 ISQ9002 认证。这个真的可以治疗关节炎吗？我这个不是药品，胜似药品。这样吧，大姐，看在你是我们的新客户，你买三盒我可以送你两盒，你看怎么样啊？要不你先考虑一下，这五盒我先给别人了。别，我要了，我要了。妈妈，你怎么坐轮椅啊？你这是怎么了？这几日我时刻不忘骨痛治疗宝，早上吃晚上吃，终于吃成如此下场。吃保健品吃成这样还有天理吗？对，太可恶了。我心有悲，我心有恨，不过仔细一想，还是等我能下地再找他们算账吧。阿姨在家休息，我和小鱼去，我们就是要早揭穿他们的真面目，好让更多的人不会被骗。哼，这群坏蛋。小鱼走。其实我吃保健品只是没有疗效，疼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加重的感觉，但也没有那么严重。这个脚是我早上下楼梯扭到了，不过我的关节真的很疼。
好吧，就用我的方子来帮助您吧，我去准备一下。先给卫生局打个电话好了。为了正义，为了健康，向药店冲啊！你们这个根本不能治疗风湿，你们这是欺骗消费者。那是。你好，我是工商部门，你们在经营当中利用保健品的原辅料的功能及药理作用等误导顾客，而且我们检查过你们卖的保健品还存在质量问题，现在予以查封。啊，我只是这里的店员，这只是我们的一种滞销行为，我其他的不知道啊。保健品经营企业租赁柜台、挂靠经营等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国家目前禁止药品零售企业以任何形式出租或转让柜台，禁止药品供应商以任何形式进驻药品零售企业销售或代销自己的产品。在这一点上，你们药店也有很大责任，停业整顿吧。啊，保健食品确实不可能代替药品的，在选择保健食品时也不能被误导啊。看来这些所谓的保健食品只是具有调节机体功能，而不具有治疗作用，而且也不是人人都适宜哦。